对不起啊，其实我……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为了想要见你一面，我甚至在约定的那天还去了游乐园，就是想说碰碰运气，看会不会遇到你。结果你都没有出现。你又知道我没去？你又来？有来才怪！如果你有来的话，我怎么可能没看见你啊？哦，你这么在意以前的事情，老实说，你是不是那时候就喜欢我？你莫名其妙哎！我问你又不是这个问题，你讲这个干嘛？我有发问权啊！快点，你是不是那时候喜欢我？那你又是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我告诉你，滚开！哎，不能乱打人！你追到我就乱打。你真的很幼稚。游戏很无聊，好吗？纪文凯，赶快出来哦！好啦好啦，我不生气了，你赶快出来啦！纪文凯，纪文凯。这里啦，一点都不好玩。我还以为你又不见了，不要再这样子突然消失了。我真的承受不了我爱的人突然又从我身边消失。好了，对不起啦，我答应你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离开你，好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什么是爱情的样子，或许我和你全都不懂，笑着我就是看见爱仍然流着。我们别再自爱自怜，我们用笑容遮盖眼泪，有些话我们不用承诺，却一直在实现。笑什么？嗯，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，没想到我们两个真的会在一起。哦，是因为你是自由生，我是鸭蛋王？当然不是啊，就是没有想过会有这个画面。这个画面，你是说这个画面？好啦，我相信你哦。你刚刚说的，以后如果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出现哦。我答应你的事情，就是会做到。不然我们来打勾勾，跟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离开，而且我会好好照顾你。一定哦。一定。